胡说，不必多言。你在门口好好把守，不准任何人轻举妄动。是，是。天王并天，天王先生，将金国大位断矣呀！掉。小名言，万年不转。我皇万岁，万万岁！父岁，父岁啊！是我你。父帅，我你啊，地可地为父亲思念你啊，害你更是思念父亲。好，好，进去。来，我你啊。你不是跟随在妖将将军的身边，随天龙一同征伐江东，却为何孤身来到凉州呢？父孙，妖将欲杀天王，篡位称王了。啊！欲杀天王，篡位称王，哪呢？你？父孙，你寡不敌众，乱中倒团。听闻长安如今已被无用事所占，所以我欲往曲奇与父孙会合，渡经凉州，不料能在此与你重逢。想不到，我在苦寂的这段时间，这中原的局势竟然变化这么大。父孙，如今咱爱回长安也是。既然天王已亡，姚将竟自称王，如此咱应该。应该。来人，差，去请邱摩罗什大师跪堂论书。是。邱摩罗什，就是当年天王爱赴水去迎请的高僧。是啊，邱摩罗什大师。是已经请到位啊，也过，如今天王却不在殿下了。邱摩罗什，伊这个人到底有啥物本事，值得让天王为着伊，离派你出征苦旨去讨人？敢讲，敢讲，伊真正有神通？神通。伊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精灵，
的心痛呢？伊若无心痛，那安尼为什么天龙一定爱得到伊呢？这东西妖中在天龙的心里所属，天龙只爱做出正确决定，求魔落实只不过是一个理由而已。哼，果然是妖中这个叛臣，因家妖兄嘛不是什么好人啊。求魔落实虽无心痛，但是靠过人的智慧与勇气，平心而论，一开始我确实也无将伊看在眼内，甚至设计予伊犯戒。哈？犯戒？那安尼，求无路是伊。伊确实是一个德行高尚、气概清净的大师，事后我也是真后悔啊！唉，是伊不计前嫌，这座花中庵的路程，一路有山过水，是多亏伊啊！阮才能安然度过，大到扬州，将军言重了。这嘛是多爱将军，你领导有方，才能安全将大军带回中土啊！李转见过大师，这位是、大师，这是我弟呀、小将军，若是有礼，不敢。大师，请坐。大师，请。将军召唤罗十前来，不知是有何事呢？大金国皇帝苻坚已经并天了。天王，王兄。果断，不觉之中，一世人都过去了。祝你起祝福。
父孙，眼看如今的局势，将军，一线所言，良心安住，就敬你。红颜逐鹿，黑地行比客，你住宿客机。父叔，客机安眠，梦到却是红颜，旧景连心。只要将军你将心安住，那安的军事与百姓的心。祝您亚林安住了，怪心若安住，那安呢？大家心亚林安住了。嗯，我明白了，大师，你的意思。就是爱赴水，暂时先安住两周。嗯，只要令民族爱民，上下同心，使百姓安乐无忧。无论安住在哪里，无事拢是乐事福地啊。到处好地，是啊，中土清浅多年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只要将军能为情宽宏，多替百姓设想，减免税赋，和百姓休养生息。安居乐业，人心向善，所到之处皆为乐处，所居之地即是福地啊！大师，如今天王已不在，长安也被人所占。依我看来，你嘛无必要去长安啊，也是你有打算要回去故市？不用的，大叔，你不用的回故市，父帅就叫我心安住。也是都爱靠大叔，孤身急要安住在此，那安呢？大叔嘛必须一同安住在此。
中，姚中，地震的破产，马日斗。帮侬，无理啊！夫将家未来爱定居，夜夜梦见天王意。吃保重两体啊，秋毛之八我听难知，在我穷怕不多时，请父王不谈那个，紧紧叫他一进来，不免啦，弟弟妈呀，就算是太医也束手无策了，父王啊，烦恼自然无影踪。你呀，多年静静，就只为了这小六计，牺牲了无数的生命，为父心甘战苦，求会之一万。如今皇帝天王想要迎接高僧到中土多将之心，求一切拢来不及了。请父王不要轻言行事，害你即刻就派人去宴请高僧。高僧求无路时，求无路时，好好好，
害你这个就派人去找伊，无用啊！伊是袂来呀、啊，这是为何呢？我知晓你讲，早就已经将伊自枯竭带到凉州，也毋过。我已离公伊，不要紧，海里我前往凉州，亲自去用请李将军伊答应。无可能，无可能啊！李公伊我不和，无论是啥物人去，伊拢袂放人。在你呀、啊、吾皇罪业深重，无法消毒，出生出世我是记袂着，记袂着秋末落雪了，又请伊前来就安。西天王以我的心愿，这个愿九代五年，家臣王位大宝以后，才替阮完事。皇兄，听过妖精派使者前来，又搁是妖精，我要见伊，叫伊回去。帝国君王想要邀请邱摩罗什大师前往长安，向做说法，以安抚人心。邱摩罗什，哼，请恕我，此乃陛下不幸感情女嫔。既然陛下保重是邱摩罗什大师，何不让伊到长安？到长安，哼！来人，将金国使者逐出宫境。是，陛下，陛下。